天主教堂是马耳他的另一个特色，在这儿几步之间就会有一座教堂，位于 Mosta 的主教大教堂大约是在 Mosta 岛的正中央。这座建于1833年完成于1871年的大教堂，其设计灵感来自于罗马的万神殿。它的天顶是全欧洲排名第四大的大教堂，1942年大战期间曾经遭到德军铅棒炸弹的穿越，却没有爆炸，当地人将它视为神迹。我们随着放学女学生来到这儿，却发现了许多学姐带着学妹们来到教堂里讲解教堂内的装饰与图画。这里就像是他们身边的历史，不需老师就能体会当时时代的意义。